式各样的水果，不论是做成天然的冰淇淋，或是缤纷的各式冰品，叫人吃在嘴里，感动在心里。木瓜跟百香果，拿这两样来做凉菜啊，清爽可口又开胃哦。有一对夫妻啊，跑遍全台找酱料，只为了做凉面。在我们所吃的食品中呢，藏着无数的防腐剂哦，唯有了解它，才能避免中毒的危机。